这是南十三界中复有四种恶修罗类，在这个三界的里边呢又有四种的恶修罗。这恶修罗呢有的翻的是非天，就是啊有天福没有天德，有天上的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德行。又叫一个非端正，非端正就是长得相貌啊不端正，可是啊男的不端正啊，这个修罗女啊是相貌非常美丽，非常生的美貌，所以啊这修罗啊胎懒湿化这四生里啊都有修罗啊，后边呢会讲到。绕于轨道一护法力畅通入空，此恶修罗从懒而生，轨取所舍。绕于轨道，这有一种轨啊，它是善的轨，善的轨它做护法，好像啊这关帝公啊这都叫大力鬼，他做护法能护持三宝畅通入空啊，他借着他这个种神通能到空中去。这种的恶修罗呢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呢？是从懒而生，从这个懒生呢所生出来的，是鬼取所舍，这属于鬼取，属于鬼道。绕于天中降得贬堕，其所不惧临于日月，此恶修罗从胎而出，人取所舍。要于天中，在天上啊他这个天上的德行不够了，降堕把他贬下来啊到这个虚空里头，其所补居他所呀、啊、住的地方临于日月啊，和日月啊接近，做日月的邻居。这种的恶修罗是从胎而出，是从胎啊生出来的，人取所舍，这是啊属于人取，属于人道的。有修罗王直持世界力动无畏，能与凡王击天地时，四贴生权，此恶修罗因变化有天取所舍。有一种呢这个恶修罗王直持世界，他也能啊来掌管这个世界啊，管理这个世界啊，力动无畏，他的力量啊非常大啊，可以洞穿世界。他这个手啊摸着这个须弥山的顶，这么用手这么一晃啊，这须弥山都要崩裂，须弥山呢都要崩了，就要也要坏了，要崩坏了，就这么大力量。所以呀、啊、他这种神力非常大，他也可以呀、啊所以他也就想做这个大梵天王，和这个梵王啊，和这个天地时啊，和这个天主啊，就争，啊，争权力，啊，力透无畏，能与梵王击天地时，和这个地十天，四天，啊，四大天王争权，争这个权力，争得权力。
此恶修罗，这种恶修罗啊，因变化有，它有一种神力变化出来的，这天取所设。这个恶修罗王啊，有个女，为什么他和这个大梵天王来作战呢？因为他有个女，生的很亮，很美丽，就是啊，广东话叫亮，这个亮就是美丽。这个玉帝呢，就帝释天呢，一看他这个修罗女这么美丽，于是乎啊，就向这个修罗王求婚。那么修罗王啊，就把他这个小姐，他这个修罗女啊，给这个帝释天做太太。可是这个修罗女啊，非常之妒忌，非常自私啊。等这个帝释天呢，他也欢喜听佛法，有的法师讲经啊，他就去听经。那么听经啊，这个修罗女一看这个帝释天走了，他就啊生了一种啊妒忌心，他以为你大要不，因为你和我结了婚之后，你又不爱我了，你现在呀，大要又是出去胡混呢，又找各处去找女人去了，他就生了一种妒忌心呢。有一天，他就跟着这个帝释天后边呢来跟踪他，追他的踪啊，秘密的调查他的去处。他看见这个帝释天到这个讲经法会，就坐到那个地方，这个法会里边很多女人，他一看就生妒忌心，一生妒忌心就现行啊，帝释天，这个帝释啊，天帝释就一看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他说你跑这个地方玩女人，你还不叫我来？帝释天就打他一个嘴巴，又叫耳光，打他这么一巴掌，这修罗女就哭起来喽，哭起来，于是乎就跑回去对这修罗王就讲啊，说是，这个帝释天他现在不守规矩，各处去找女人胡混，我去找他去，他还打我。修罗王一听就服了，就也生了发起了脾气了，俺们要和他作战打，要把他帝释天的那个位置啊，那个权力给抢过来。于是乎就发出来这个修罗兵、修罗将啊，这修罗这一切的修罗就和帝释天就作战。可是，一作战怎么样啊？屡战屡胜，这个修罗他兵啊屡战屡胜，帝释天和四大天王和梵王啊合起来，整个的力量也打不过这个修罗王。于是乎呢，这个帝释天就到那地方，到佛那个地方去求救去了，说是怎么办呢？这个修罗王和我们作战，我也打不赢他了。赶那个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帝释天呢，告诉这个天帝释，说你回去啊，你叫你的所有的兵将都念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念这一句就可以了。那么他回去果然叫他这个天兵天将都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个修罗兵修罗将不战自败啊，不等他打仗啊，就败走了。所以那么帝释天又胜了。所以这个修罗王，这种修罗就总要争权的。可能也有一份下列修罗生大海心，沉水穴口，但有虚空，莫归水曲，
死恶修罗因失气有畜生取舍，若男别有一份，别有一种下列修罗，下列的恶修罗生大海心，这种的修罗啊，只是属于畜生类啊所设的，就好像龙啊之类的。沉水穴口，它生在大海的心里头，它住的在那个水的穴里边，但有虚空，早晨呢它就到虚空里去啊游玩，暮归水穴，晚间呢它回来到这个水穴里头来住。此恶修罗啊，这种的恶修罗因湿气有，因为湿气啊它生出来的畜生取舍，这属于畜生取。若男入世地狱恶鬼畜生人机神仙天道修罗经言七曲，皆是昏沉诸有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随也，于妙圆明无作本心，皆如空花原无所招，但以虚妄更无根虚。若然入世地狱恶鬼畜生啊，人和神仙及神仙天及修罗，从天道和这个修罗到修罗道上，天及修罗经言七曲啊，这个在这个七曲里边呢互相啊轮回，皆是昏沉的，都是啊一种昏沉的相，诸有为相，昏沉呢诸有为相，这都是有形有相的。妄想受生，他怎么来的呢？都是由这个妄想啊才生出来的，妄想随业，他这种妄想随着他业报啊而受生。于妙圆明啊，在这个妙圆明的无作本心呢、妙圆明无作的本心上呢，皆入空花呀、这些个东西啊，这些个七曲啊，都好像空中花似的，原无所招啊，无所没有所着住的，但以虚妄更无根虚啊，就是一个虚妄啊，更没有啊什么根，也没有什么头，没有什么头绪。若男此等众生不识本心，受此轮回经无量劫，不得真经，皆有随顺杀道因果，凡此三种又在出生，无杀道因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曲，有无相坑，其轮回性。若男此等众生啊，这个七曲的众生啊，都不识本心，他不知道这个本来妙圆明无作的本心，受死轮回，所以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互相受生死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啊，今生做牛，来生做马，再来生回来做人，互相啊轮转。经无量劫，这个时间多久呢？没有数量那么多的劫，那么多的大劫，不得真经啊，
他不得到这个自己真如清净的本体，皆由随顺。为什么呢？都因为啊，他们随顺杀道引故，都啊顺着杀，顺着道，顺着引啊，不没有能啊返回来，顺着杀道引的缘故，所以呀、就在这个七曲里轮转，凡此三种啊，要是啊没有这个杀道引的三种，凡此三种返回来，不没有杀道引了，又再出生啊，无杀道引，就啊又在这又生出来啊，无杀道引。那么有杀道引的，有杀道引就名啊鬼轮，就去做鬼去，和鬼啊去做朋友，做个亲戚啊。无名天曲，没有杀道引呢，就升到仙曲去，升到天上去啊，游相坑。这个有和没有互相坑压，互相啊怎么争夺啊，有的时候就跑到没有的那个里头去了，没有的啊杀到人，没有杀到人，有的时候又跑到那个有杀到人的那个那一类里去了，所以呀、这互相啊这个游相坑，互相啊来坑压，互相啊这么争夺的样子，起轮回性，于是乎啊就起这个轮回呀、这种的性质。绕得妙法三摩提者，在妙常界而无二无，无二已灭，尚无不杀不偷不言，云何更随杀道引师？绕得妙法，假设他要在这七曲里边得这一种的妙法三摩提者，得到这个真正的定力的。什么是真正定力呢？就是这个楞严的大定，凡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修这个耳根圆通而得这个真正的定力，这样的人在妙常界，他这种的妙微妙而常寂，有无二无。怎么叫有无二无呢？就是这个有这个三恶道的，这个有由这个杀道引堕落三恶道，就是个有。那么这三恶道有啊四曲，这四曲啊就是天人阿修罗，还有这个仙，这个四曲。那么这个三恶道和四恶曲这两种啊都没有了，无二已无，他得到这个真正的妙常境界，这种的境界连这个无二已无，就是一灭，就是啊这个三恶道四恶曲这两种啊无，没有这两种的这个无也没有了，连这个无没有这三恶道四四善曲的这个无也没有了，也灭了。上无不杀不偷不淫，
那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也就没有不杀不偷不饮了。云何更随杀盗饮食？根本就没有了，怎么还能跟着这个杀盗饮去跑呢？怎么还会造出这种的业呢？再没有喽。若难，不但三业个个有私，因各个私，众私同分，非无定处。自亡发生，生亡无因，无可寻究。若难，不断三业，如果不断这个杀盗淫这三种的罪业，各个有私，每一个人呢，每一个众生啊，他不断杀盗淫，他都有私人呢，他私自所造的这个业，因各各私，因为啊，他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所造的这种的罪业，众私同分，这个众私啊，众人这个自己所造的这种业啊，而集中到一起，这叫共同分。共同分呢，非无定处啊，这不是没有一定的地方，不是没有一定的地方，好像有一个一定的地方，但是啊，这个有一定的地方也是自往发生，由这个往啊发生出来的，生往无因。可是啊，那个往啊，它没有一个自体的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己啊，它一个种子，那个往啊没有个种子，它是虚往的嘛，虚往就是不实在的，无可寻究，所以啊，你也就找不着它，找不着，找不出来一个根了，它这由这个虚妄而生，所以就虚妄而灭。你一定要找追究它的根，本来的这个来源呢，它没有的，就好像人这个影子似的，人的影子只是一个影子，而啊，你说这个影子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啊，不错，从身那儿来的，但是它并不是长到身上，啊，它是一个虚妄的影子而已。如需修行欲得菩提，要出三回，不进三回，从得神通，皆是世间有为功用。习气不灭，落于魔道。如需修行，这释迦牟尼佛呀叫恶难说，你呀虚勉那个修行的人，你告诉他们，欲得菩提，想要得到这个脚道的，得到这个菩提脚道的，要出三毁，要把这三种呢迷毁出去。什么是三种的迷毁呢？就是这个杀盗淫。怎么又不叫它叫三种业，而叫它三种毁呢？因为你迷毁不了，你不明白它，所以才造这个杀盗淫业。如果你要明白，这杀就不会造这个杀盗淫的业了。所以呢又叫三毁。不进三毁，怎么叫不进三毁呢？就是啊，你不把这个三毁呀断尽了，你还有啊少少啊这个三毁在里头存着。什么呢？你杀生偷盗邪淫这三种的毁，你如果不把它去尽了，总得神通啊，你总然就得到这个小小的神通啊，小小的这个智慧，
皆是世间有为功用啊，这不是啊是无为的神通，而是啊世间的有形有相有所作为的这种的功用，都是照相的这种神通。习气不灭，这种的习气啊，杀道淫这种习气你要不灭，将来怎么样呢？落于魔道。所以我说母母修行人呢是魔王啊，也就是这个你啊，他也不戒杀生，也不戒偷盗，又不戒邪淫，你怎么能可以得真正的智慧呢？不可以得的。随欲除妄，倍加虚伪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，如妄自造，非菩提究。随欲除妄，就是这种的人呢，他就是啊，虽然想要除妄，可是他妄上又加妄了，啊，妄上又加妄，他怎么呢？本来他打个妄语，啊，本来他说的不对，完了他又说他没有打妄语，你看，说一个妄语，又说没有打妄语，就在妄上加妄。你说妄语你就不必变了，你承认就算了，这只有一个妄语了啊，他又说他没有说妄语，就又说了两个，你看已经说妄语，他又说他没有说妄语，这两个了啊。所以呀、啊、他想出妄，倍加虚伪，这更加假的了，这个罪业更多一点。如来说为可怜悯者，这如来说这种人呢、啊、竟不做真事啊，这真是可怜悯者。如网自造啊，你那个网啊，虚网啊，你这种啊毁业是你自己造成的，非菩提究啊，这不是啊菩提的一种的过错啊。所以你不能说如来的这个成佛了怎么又会起妄呢，啊，这是错误的。你这样讲，做事说者名为正说，要他说者即魔王说。你像这样的讲的话名为正说，这就是啊合乎佛法，要不是这样的说法即魔王说，这就是魔王的说法。所以你就要分别清楚的啊，魔王所说的法，他就是啊啊自己做造一些个虚伪啊，比如这件事情他知道，他说他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又说他知道，这样都叫打妄语的。这个修道的人知行是道场，一切都要知行，不要有伪取向。即时如来讲报法说，与狮子床蓝七宝集，回紫金山再来评议，不告大众饥饿难言，汝等有效圆角声闻，今日慧心取大菩提无上妙觉，我今已说真修行法。即时如来呀、啊，在这个时候如来呀、啊、讲罢法座，这个经啊快要讲完了，楞严经快要讲完了。于狮子床啊，佛啊在这个法座上啊，这叫狮子床。佛说法犹如狮子吼，狮子一吼，百兽皆惧。然七宝几，佛前呢，这个桌子是七宝造成的，七宝庄严的。回紫金山，佛的身体呀、啊，好像紫金山啊，光明遍照。
再来停理，再啊来停停这个己呀、啊，这么讲这个法，普告大众。那么普遍呢，告诉大众，即恶难言和这个恶难，汝等有小，你们现在啊，这些有小的人，没有正四国以前呢，都叫有小位，圆角声闻，这个修十二因缘而开悟的，或者修四地法而开悟的这个声闻。今日回心，你们现在啊都回小向大了，由这个二乘人呢发大乘心，须大菩提，想啊得到这个大的觉悟，无上妙觉，没有再比这个再高上这个妙觉。我今已说，我现在已经讲了真修行法，真正的修行法。如有未识修舍摩托毗婆舍诺威悉摩师魔境现前，如不能识习心非正，落于邪见。如有未识，这个恶难呢，在前边他请问佛怎么样修行啊，为这个未来的众生啊请法。可是啊，他虽然明白这个修行的道理，可是他呀并没有实地的经验。这个理论他是明白了，可是啊这个经验他没有。既然经验没有，所以他也就不知道这修行里边呢会有一些个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佛就说，汝犹未识啊，说你呀、啊、现在你还不知道呢，你不知道什么修舍摩托，修这个楞严大定啊，啊毗婆舍挪，这个微密的关照，这个微密的关照，这种的法呀，啊这种的定里头啊，微细模式啊，在这修行里头啊，可有很多的模式啊，很多模式啊，这个模并不是很显著的，而是啊非常之微细啊，非常之微细。魔境现前呢、啊、在你修道用功，用那个梵文文字性，这就功夫，可是这个魔境现前呢，如不能识啊，你不认识这个魔怎么叫魔，习心非正啊，你就是虽然习心啊，你稍微有一点呢不对了啊，不合乎这个正知正见了，落于邪见了，你稍微有一点点这不是正知正见，就会落到邪见去啊。回于阴魔，回复天魔，回招鬼神，回遭亡了，心中不明，问贼作为子。回答呀，你自己的心里生出来的魔啊，自心魔。回者呢，就是由这个杀因生出来的这十种的魔，这也是啊属于你自己的。回复天魔，回者呀有天上的魔。为什么天上的魔他来磨你呢？就因为啊
你这修行的人呢，修行有了定力了，你这一有定力不要紧呢，那魔王的宫殿呢就都摇动了，就好像地震似的。他那一摇动，他也有神通，他一观察，我这宫殿怎么无缘无故就摇动起来了，就破裂了呢？哦，他知道，世界上有一个人呢，要成道业了，啊，所以呀，他这种定力呀，把魔王的宫殿都要给破碎。于是乎啊，啊，你想破碎我吗？我也先破坏你的定。于是乎啊，他就来破坏你这个修行修道的这个人的定力。这天魔回到鬼神，到鬼神呢，这鬼神也是啊，他看见你要修行成正果了，他就妒忌了。他妒忌哦，你要正果，我先呢来破坏你的修行。于是乎啊，啊，他就钻到你的心窍里去了，或者啊附到你的身上啊。于是乎啊，令你这个定力就不成了，令你啊就走火入魔了，这叫走火入魔。那么这个招魔呀，这个前面这个经上我讲，这最重要的。为什么招魔呢？就因为喜心非正，就因为你立心立的不正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你有一点邪心啊，就招魔了，这叫走火入魔，走着火入魔了。回招王良啊，或者呀、啊，招这个黎妹王良，黎妹，啊，黎妹王良都是妖怪之类的，心中不明。你遇到这个警戒来了，你心中不认识，不明白啊。认贼为子，你认那个贼人呢作为你自己的这个儿子，你想啊，那你的东西他焉能不给你抢去偷去呢？你的宝贝你把贼引到家里来了，你家里呀、啊、所有的无价的宝珍都会给你偷去的。什么是你家里的无价宝珍呢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老老实实的告诉你，你切记呀、啊，啊，应该相信我的话，切记不要不相信我的话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啊，对于你的前途和你的生命是有大关系的。什么呢？是你的宝啊，啊，就是你自己呀、啊，所有的这个如来藏性，如来藏性。他能给你抢去吗？啊，你这个如来藏性，想前几天我讲过这个，这个精气神嘛，你要是恢复你的如来藏性，首先就要啊，保持你的精气神，啊，你精气神如果不保持得住，那就是财宝被人抢去了，被人给夺去了，受打劫了。啊，被人打劫去了，你小心一点了。有福于中，得少为足，入第四禅，不闻比丘，王言正圣，天报一毕，摔向现前，谤恶罗汉。身遭后有堕恶鼻狱，又浮于中，在这个修道里边呢，你就不着魔，也要有真正的智慧，要有这个宅法眼。宅就是选宅的宅，法就是佛法的法，眼眼目的眼，要你能认识这个佛法到什么程度上，你自己应该知道。不要啊，得少为足，
多少为足？像什么似的呢？就像这个第四禅呢、啊，那个修到第四禅的那个人呢，无闻比丘，像那个无闻比丘似的。这个无闻比丘，他怎么叫无闻比丘呢？就因为他自己呀、啊，没有那么大的知识，那个知识啊不够，知道啊佛教的道理很少啊，所以叫无闻比丘。怎么样无闻呢？本来四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都超过呀、啊、这个四禅天了。佛啊讲这个说证到四果恶罗汉呢、啊，就不会再受生死了。啊，这个三果啊，这圣人名为一来，一生天上，一来人间，这还有一番的生死。敢出果呢？啊，他就啊，有七番生死。那么，这种的境界都超过四禅天。这无闻比丘呢，他修行用功啊，他这个程度啊，到四禅天这个程度，他就以为这个呢就是证了四果了，啊，证四果恶罗汉了。这四禅天呢，这根本就不是正果，这是还是凡夫的，啊，那么等在他呀无闻比丘妄言正圣啊，他自己说他证四果恶罗汉了啊，证四果恶罗汉了啊。现在啊，这个人不单呢一个四果恶罗汉呢这个程度都低了，现在啊这个人直认自己就是佛了啊，直接承认说自己就是佛了。所以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可是啊佛呀、啊、有三神四智五眼六通，那么承认自己是佛这个人呢，你先问问他有几通啊。六通啊，这鬼有五通啊，没有漏尽通。这个佛呢正的佛果位上有六通啊，我相信现在自己承认自己是佛的这个人呢，不要说六通五通，我相信一通都不通啊，一通都不通，所以他就说他自己是佛了。如果他要有一通，也就不会是这说这样的打大王语啊，也不会打大王语的。王言正圣，天报已毕，等他这个在天上的寿命完了之后，啊，衰相现前。这个衰相，记得以前我讲的五衰现象，记得吗？有人记得这个天人的寿命终了，有五衰现象，现在你们各位都记得不记得？问一问他们，天上的人呢，寿命啊终了，要死的时候就有这五衰现象，有五种，谁记得就讲给大家听一听。有不知道的人呢应该记一记，知道的人讲出来，不知道的人就应该记一记。现在我就不必再讲了。谤恶罗汉呢，这个等到他天福尽呢，他又五衰现象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他这时候就发了脾气了。谁发脾气？这个无闻的比丘。无闻比丘发什么脾气呢？他说我现在被佛把我骗了，
佛的欺骗人的。他说呀，正四果罗汉就不受生死了，永远不受生死了。我现在为什么这个寿命又终了呢？又要去脱生去啊，又要去受轮回呢？啊，这佛的大王语啊，所以就谤佛。他这一谤佛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哦，堕恶鼻狱，恶鼻呀、就是无间地狱。哈、他这一谤佛，根本他不是证了四果恶罗汉，他就自己说他自己是四果恶罗汉了，啊，证果了，所以他天福相近，寿命终了，啊，又堕落了，堕落他。不是承认他自不知道他自己错误，他说佛说法说错了，根本佛说你没有证到四果恶罗汉吗？你要证到四果恶罗汉自然就没有生死了嘛，怎么还会有五衰现象呢？所以呢，他这一谤佛，当即可就堕无间地狱，堕落这个恶比地狱，这是无闻比丘啊。你说现在说自己就是证到佛果了，就是佛，这样的人应该到什么地方去？这我现在我都给他找不着，找不出来他所去的地方啊，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。如今谛听，无尽微弱仔细分别。恶难呢、你应该呀、提时耳听，你呀特别注意审时耳听啊，无尽微弱啊，我现在为你呀恶难呢及一切的人呢仔细分别，我详详细细仔仔细细的给你解分别的讲给你听，你不要辜负我这种的心啊。恶难起立，并其会中同有小者欢喜顶礼，复听此悔。恶难呢、即刻就站起来了，并其会中啊，和他是在这个会里头的这个大菩萨、大恶罗汉、大比丘啊，同有小者和这一些个有效的这些个人，初国、二国、三国这些个人欢喜顶礼啊、一听佛要分别仔细给自己讲，高兴的哦，大家一起欢喜去顶礼给佛叩头啊，叩头啊，不听此悔，都趴在那个地方听佛来这个讲给说这种的法，说趴在那地方，这佛啊是趴在那地方，这并不是啊说趴到地下就趴那地方听，这个佛啊他就是啊把这个心里什么念头都降服了，没有其他的妄想了，就一心呢听这个佛说法，这叫佛听慈悔。佛告恶难，机诸大众，汝等当知，有漏世界十二类僧，本角妙明，角缘心体，与十方佛无二无别。佛告恶难，佛告诉恶难呢，集诸大众和这在会的一切大众，汝等当知，你们现在的人应该知道，有漏世界，这个有漏的这个世界，所有的十二类的众生，本角妙明，他本来这个角性啊，妙明的这真心呢、角缘心体呀、他这个又圆满，是又哦角这种的心体，与十方佛呀。这十二类的众生啊，这个本角妙明角缘心体呀、与十方的一切佛无二无别，它是一样的，没有分别，
十方佛也就是这个胆角妙龄角渊心体，这十二类的众生也就是这个胆角妙龄角渊心体，这如来藏性呢又叫如来藏性，这是和一切众生是一样的。犹妄想迷离为咎，痴爱发生，生发变迷，故有空性，化迷不喜，由世界生，在此世方微尘国度，非无漏者，皆是迷顽妄想安立，犹如妄想啊。阿难呐，您的自性啊，这二类的众生啊，自性与佛是无二无别的，是一样的。可是啊，犹如妄想，你一真起妄，迷离为咎啊！你把这个真正的这个真理呀、啊、迷昧了，所以就生出毛病来了，生出过错来了啊！痴爱发生，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？就是愚痴和这个爱。这个愚痴和这个爱可以说是两个，又可以讲成一个。这个愚痴是一个，爱是一个啊，有愚痴又有这种爱，这是分两个讲。要合成一个讲，痴爱，就因为啊你这个无明啊变成什么也不明白，就知道爱了啊，一天到晚呢就想这个东西啊，想这个隐喻，想这个爱欲啊，时时刻刻又放不下。哼，你要能以呀、啊、对研究佛法能以这么样注意呀、啊，时时刻刻我也忘不了这个佛法啊，那可就是啊很快就成佛了。可惜你没有能把这个好色这种的心放到啊好佛法上，所以呀 啊学佛法学来学去的，越学觉得越干燥无味，我这么多，我就这么多的毛病，这个佛法都给我讲出来了啊，倒是不要学了啊，把我佛这小佛法把我毛病我都要小没有，这怎么可以的？你看，这就是一种痴爱。痴爱，哎，这个前面说是犹如妄想迷离未究啊，我这现在可以说是啊痴爱未究，痴爱未究啊的过错。痴爱发生，生发变迷啊，因为你有痴爱，所以就生发出来呀、啊、变迷呀、啊、一切都迷了，什么都迷了啊。你把这个也最初就是啊这个痴爱，你有了痴爱什么都不明白了啊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哼，下地狱就下地狱了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，所以什么也都不管了。故有空性啊，因为你这个痴爱未究，一天到晚就想女人，女人就想男人，所以呀、啊、就发出一种虚妄的空性，化迷不喜，这个迷呀、啊、变化啊，这个迷由一个迷化出两个迷，两个迷又化出三个迷啊，化迷不喜，总也不停止啊。你这个地方聪明的人应该在这个地方招眼呢、啊、应该注意这个经文呢、啊、
哎，这个把你真讲到骨头里头去了，哎，讲到人这个骨头里头去了，这个毛病啊，你这个毛病啊，讲到你骨头里头去，这个毛病都给你讲出来。啊，有世界生啊，才有这个世界生啊，在此十方。那么既然这样子，这个十方所有的一切世界微尘国度啊，非无漏者，这不是一个不坏的，不是一个无漏的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体性，由妄想造成的，是皆是迷顽呢，都是啊，不明白，迷就不明白，顽固不化，妄想安立啊，都是你这种妄想所安立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知虚空生入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太清理，况诸世界在虚空也。当知我呢，你不要睡觉，应该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你当知啊，虚空，姐，所以我说不要睡觉，就你不要迷毁了，不要再有这个痴爱了，不要再迷昧这个真理了啊！所以叫你不要睡觉，叫阿难不要睡觉，佛叫阿难不要睡觉，我现在叫你们各位也不要睡觉啊！那么当知虚空，你现在呀，主要的问题，你应该知道这个虚空生入心内呀。这虚空在你的心里边呢，犹如片云，好像啊一片那个小小的一片的云彩，啊，点太清里呀，小小的一片云彩呀，点到这个太清里边，因为。这个太清啊，也就是虚空的一个别名啊，这个太清，况诸世界啊，况所有的一切的世界在虚空也啊，况所有的世界在虚空里的那个虚空啊，在你的心里边呢，就像一片的云彩在虚空里头似的啊，一片云彩在虚空里很小的，但是这个虚空是很大的，可虚空在你的心里头啊，也是像那一片的云彩那么小。前面不讲过，说空身大脚重，入海亦欧法，那个空啊，在大脚星里头就像那海里边一欧法，现在又说这个空生入心中啊，啊，片云点太清啊，那空啊在你的心里头好像一片云彩点太清那么小，你的心有多大啊？所以况且呀，这个诸世界在虚空也，那个所有一切的世界在虚空里边呢，更很渺小的。那么，如果在你的心里呢，更小了。所以啊，这些形容啊，俺们这个侥幸啊，是遍满一切处的。汝等一人发真归元，此十方空皆悉消云。云何空中所有国度而不正列？汝等一人，阿难呐，在你们一个人呢里面发真归元，如果成佛了，成这发真归元呢，就是成佛，正四果阿罗汉，也叫发真归元。此十方空啊，这十方的虚空啊，皆系消云呢、啊，即通通啊，这十方所有的虚空啊都没有了。云何空中所有国度？
怎么可以说这个虚空里边所有的这一切果度而不震裂呢？虚空都没有了，果度又怎么能可以存在呢？所以一切果度也都没有了。那么有的人说呀，说这个成佛既然虚空都消灭了，十方的佛呀成了很多了，现在怎么虚空还没有消灭呢？还没有消云呢？啊，在众生份上你看见这是有的，在诸佛的份上看这一切的虚空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呀、啊、你这个所见的不同，所以呀、啊、你就不能啊一概而论。好像现在啊，我们有人呢得到开这个佛眼，开五眼，开这五眼的人呢，他就几千里几万里，此国度他国度啊，这个国家的事情那个国家的事情他都可以看得见的啊，都可以知道的。那么你没有佛眼的人你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所以呢有这一点你就不能啊说说哦我看见了这就是有的，你看见就是有的，在佛的份上看都没有了啊，虚空粉碎了。